米龙呢？早午餐，我最喜欢这种卤肉饭，油的，然后猪皮的，这才是米其林啊！超音波洗黑椒鸡，因为黑椒要洗，台湾人发明的，红到国外去。这要把它洗干。吸尘器，很厉害耶！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的台塑石油95+。